400万的数字冰砖，两个人都好兴奋。刚刚敲冰砖的感觉觉得很新奇，因为之前都是看到很多大明星在敲，然后今天这次可以参与的时候，觉得哇，好酷哦，那样。对，而且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敲冰砖，它竟然会反作用力打回来，打到自己脸上，整个被吓一跳。小薇、魏佳莹和温妮推出《为你写诗》EP， 限定组合歌迷超爱《为你写诗》傻乎乎两首单曲 MV， 不止实体唱片卖出好成绩，网络点击率更突破400万，一个月宣传期，两个人已经培养出好默契。有一点觉得就是温妮和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种就是人生上的伙伴的感觉。对，然后而且相处起来越有默契，其实一开始就莫名的蛮有默契，可是现在是会连讲话都开始会不自觉讲出一样的话。接下来下半年两个人也都有大计划。那我下半年的话是会办一个久违的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因为我接下来即将要推出我的第四张创作专辑，然后这个创作专辑发了以后又会马上就是开一个演唱会。两人合体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魅力，希望未来也有更多合作机会。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